他的视频是二零，欢迎来到英雄二零，全世界都在看，这是一级的，别松懈。好，红高粱三十秒到达战场，他这是九月份还是几月份？哦不，警察。他这八月份的是，才八，这个是合集。死的时候，这是谁打的？来吧，大卫！全军出击！卫奥莱。没办法，对面太脆了。后边有个海克斯女，我让双手替我发言。老鸡母，切切，老鸡母还隐身。老鸡母切，谁需要来一记重拳？切，一级学个抠这么狂。看你能不能耗得过我啊！我的一技能算不算物理那个普通攻击？切切，不算，可以。完了，我操，四盲。哦哟！有点烦。人马给我踹他，快点去！计划，我可不需要计划。这里的眼儿应该消失了吧？我感觉，我感觉应该消失。我们直接进草丛，一个 Q 一把它秒了。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切切切！那还行，不算太亏。上路好好的你不来，你非得去找赵信，死了吧。我自己就是后援。等一下啊，别着急，三二一出来。切切切切切，谢谢你的红 buff， 我爱你哟。还有个小谢，有时需要亲手弄出一扇门。回家了，好像要无敌了呀。来个皮孩吧，强能冲拳。哎呀，对了，你说新主机到了吗？我想起来了，我这风扇得给它打开，要不然太夜了。皮尔沃夫的条子，哦不，警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打不过，溜了。哎呀，我操！这积木这挺恶心呐，这积木。
不得不说，这基因模式挺恶心的。我让双手替我发言。没事，他没闪了。回合游戏。当切切切好有根切自盲小兵野马再给我干他一波啊野马不来啊野马不来算了吧有雷我决定来个水银海其实水银海也没啥用不如来两把长剑多增加点伤害哎哎我没放扣啊啥意思啊自盲 Q 自己就出去了吗应该也不能啊硬杀啊吃多子把他杀了回头霹雳不知道这塔能不能吃能吃回家吧那提亚娜是无敌了还是怎么回事呢
别着急出去啊，他可能放雷了，他积木可能又在这蹲我。我们这边没大，看看怎么跟他打一下。起立！不行了，哎呀，他赵信来了，挺烦人的，差一下。快点过来，把他杀了！我就一直听着齐亚娜呀，一直杀呀。别他妈追了，你追这也能给我追死啊啊！快点过来，给我把他杀了！他不能走，给我踹死他！呀！老鸡下波我的回合，他有双招就没办法。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等我们有双招了呢。哎，这一血塔不是我的吧？吉利！听说你有双招，我不行。那我有双招，你行吗？我自己就是后援。哦呦，这人儿的个多呀！哎呀妈！小龙拿了吧。烈焰之风，那倒不需要，不过也可以做，可以做。幽梦烈焰呗，加一个魔铁。这时需要亲手弄出一扇门。
这波他有点严。前面人没有啊，没出现人啊。我们中路杀波的在 ADC， 但是这野区全是人呢。野区全是人呢。啊？那赵信是重印的吗？我操！挑人有点快，左边应该是有眼。信哥的捅人有点快呀，这攻速。我带火岛来。你这赵信是有点狂了，我一看呐，起立！这我死，杀锤子！哎呦我操，不杀人马杀我呗，他输出太高了。这把能赢吗？费劲，不好赢。这053，这373，对面赵信杀10个，齐亚娜杀15个，我们这还是个大位，关键我这是刺客，我这不是战士，我这是战士还行。我这个刺客不够太灵活。切切切切切！没有大杀不了，交闪了吧？交闪，黄蜂加闪现。杀西亚娜呀！杀锤石干丁巴呀！我操！你不杀那1000块钱，杀他妈0-4的！哎呦！这也配叫刺客？连个 AD 都不会。那我没有大招啊！你在这说屁呢？不得有大吗？计划，我可不需要计划。能不能来个人？
双手替我发言。哎呦！到底能杀吗？还行，锤石越塔。人马把齐亚娜杀了，还行啊，可以接受。这才叫刺客！你他妈给我杀十八个，我也这伤害，刺不刺客？不要把队友送当成我们不行的理由，好吧？起！下当了还可以，给了一个2000块钱。符文法师拿1000，我们家银马拿1000，一共拿2000。虚区真高啊，给我暴击了。给我来了个暴击，1050，可以。信鸽装备特别好，那他杀13个，那肯定特别好啊。不过也是互秒吧 ，Q 能中就行。我们主要靠 Q 打伤害，打大龙去了吧？难呐！算了，等大招吧。我也搞不懂这锤石一人往野区里边进什么玩意儿了。起！哎呀，又1000，啊不是1000，150。没大嗓音呢，大嗓音全是对面，我全是我们家打野跟中单的。
双手替我发言。找找机会啊，在这等会儿看能不能蹲着一个。齐亚娜跟锤石在上 ，AD 赵信跟吉姆我能打。当然前提得我先手，后手我们不太好打。Shut down。不知道赵信在哪儿啊？赵信来我打不过他呀。你信哥可真是吓人！哎呦，打他们得我先手，我们不先手打不死。啊，拿六百也行吧。队友打赢了，可以。没办法，左边没视野，左边有视野还行。别他妈晃了，他拿日炎都给烫死，还在那晃晃晃，你这直走呗。呢你给我起！你他妈操！怎么这么垮呢？那赵信杀 ADC， 哎呀！你怕啥呀？你护甲225，你有啥好害怕的呀？你总不能让光头上吧？说实话，补点血量还能多撑一个平流。别教我出装了，行不行啊？啊，行不行？求你了，还不行吗？把你那键盘撂下，行不行？求求你了，行不行？地图都黑的，都没法出去。我来拯救世界，或者毁掉世界。地图有点黑呀，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咦，啊你，我他妈搁这打一打还能出来个锤石，队友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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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路打路打路，小龙
去打，去打小龙，龙魂了，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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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去打小龙。快去打。线不带太深就可以，这个小问题。没事，我再进草丛。起！可以推。他们家最厉害的两个人已经全死了。什么装备啊，我先不越了，我不知道他什么装备，他有护甲的话就不行了。你都该走吧，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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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再推了，撤吧。没啥中立资源，他应该是用扫描扫着我了。人马先杀锤石，漂亮，这边就不能去追那个劲，人马玩的可以。我来拯救世界，或者我要世界。还上路吧，走路拆不掉。杀这么多人儿，他没用啊！把河蟹收了，下波我们打小龙。哎，我的嗓子！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
全死了，三个基因木。哟，基因木想跑，基因木想跑，往哪跑？基因木，可以，你最上。啥呢？啊，喜欢看？这回能杀 AD 不？嗯。这回能杀 AD 了。